感受，有一股力量支持我的穿行。但是我看到了你嫉妒的眼睛。如果我是臭皮匠，我问你，现在谁是诸葛亮？我要你看我眼神扫射的目光，我要你听我，我要你感受我街头饶舌的力量，我要你看清楚谁又是你的信仰，谁是你的信仰。我们都在
街头传教士背 hip hop 支架，hip hop 放下，到底谁像苏喇叭？